是我收到你的礼物了，谢谢你。对了，再过一阵子我就要回去了。哦，好。你在贺妈妈心里早就是我们贺家的媳妇了，除了您以外我不会接受其他女人。这次啊，我要再来多留些日子，然后好好的把你们这个婚事确定下来。每周日晚间九点 TVBS 欢乐台高塔公主